喂，爸。小艾，中午你过来陪爸爸在外面吃个饭啊，顺便把连凯一起叫上。爸，连凯他有应酬，而且我蛋糕店里边也还有事儿。你那个蛋糕店你就是老板，早点关门还不是你说了算吗？你老是推三阻四的呀，连凯他有什么应酬啊？行了，一会儿我给他打个电话。我来跟他说。不用了，爸，我们来吃饭，我们过来吃饭。好，一会儿见。就在咱们家附近新开的那个酒楼。干嘛去了？不知道这儿不能停车啊！我等你多久了？还磨磨蹭蹭的，打多少电话了？对不起啊，我没有看见，我刚才去收快递了，是店里的东西。行了，你别解释了，我累了，你来开。赶紧的，别磨蹭，要不然要被你爸教育。林凯啊。我爸其实他现在对你的态度已经好了很多了，他当年，你还记得他当年怎么对我的吗？他一直瞧不起我，要不是因为我跪下求他，他能把你嫁给我？我爸他当时只是多心了，他现在对你很满意。满意？要不是我平步青云做到了大公司的财务主管，他能对我满意？别废话，开车。来吧，我再敬你一个，来。严凯，我听说好像今天晚上你还有个什么应酬，差点参加不了，是吧？哦，是我最近啊，确实比较忙，没时间来探望二老。连凯呀，就算再忙，也不要忘了照顾家里啊。是妈，当初结婚的时候我也说过，我一定要好好照顾小爱，好好孝敬你们二老的。来，小爱，吃饭。哎，这些话我愿意听啊。但是你别把这些话老是挂在你的嘴上说说而已，啊，好好想想你当初对我发的誓。别以为你当了一个小小的财务科长，你就可以沾沾自喜。你跟连凯结婚已经有2年多了，是吧？该考虑要个孩子了。是，爸，您说的对。小艾，我们可要好好加油了啊！小艾，你怎么不说话？小艾他之前跟我说过，说他现在还年轻，不想那么早要孩子。就是趁你们年轻，我们身体还好，才能帮你们带嘛，啊？你说我那个朋友他女儿啊，跟你们俩结婚岂不是同一个时间？下周我和你妈还要参加他们宝宝的周岁宴呢。你看，你那个工作如果实在忙的话，干脆把它辞了。我想办法让你再换一个。
小艾，你脸色有点不好，哪儿不舒服吗？我最近身体有点不舒服。那行，我来帮你看看。爸，不用了，不用了，我应该是最近有点感冒了，我回去吃点药，多休息一下就没事了，就没事了。哦，那赶紧吃饭吧，吃了让孩子们早点回去休息。吃吧，吃吧，吃吧，好，吃。来，小爱。慢点吧，等会儿啊，我喊个代驾把你们送回去。啊，不用不用，我们自己能行啊。你还是先把小爱送回家啊，记住，好好照顾小爱啊。没事没事，我送你吧，走走走走。真的可以，我跟你说。哎呀，你怎么回事你啊？吓着你了？对不起啊，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真不。文远，文远，你没事吧？哦，哎，还有钱吗？啊，哦，来，这个拿去买药啊，剩下的再买些好吃的。拿着吧啊，拿着。行了，走吧吧，来。你跟你爸妈说什么？是不是我经常因可不回家，你还让你爸？我爸他是喝多了，他现在觉得你真的挺好的。虚伪，你太虚伪了，你跟你爸都虚伪。他对一个疯狂的假惺惺的演戏给谁看？你不要这样说我爸，那个疯婆子是看上去真的很可怜。你不是也喜欢和我装可怜吗？去啊。去跟你爸说，说你后悔嫁给我了。去啊！对了，你爸不是说让我们生孩子吗？走，现在就去。你和你的亲人。爸爸不要带我，爸爸不要带我。刚才我们已经给你做了检查，你流产了，我们已经给你做了清宫了。医生，她以后还能怀孕吗？多注意休息，你还年轻，以后还有机会的。谢谢你，医生。你的自述病史已经不是第一回流产了，待会儿我会给你开个单子，明天再给你做个全面的检查。我说我不舒服。好了，都是我的错。医生刚才呢也说了，你以后还有机会怀孕的。今天你就好好休息吧，明天做了检查没什么事儿就可以出院了。哦，对了，这两天我单位比较忙，等会儿我就先回去了。明天你自己做检查，没问题吧？
从报告上看，你的各项指标都正常，但是你已经不是第一回流产了，以后要多注意。要是再流产，很可能导致习惯性流产，甚至不孕。你还年轻，最近注意好好调养身体。你刚流产，也得注意避孕啊。医生，这个报告是不是弄错了呀？我是 A 型血，这个上面怎么会是 B 型血呢？这个怎么可能错呢？我们是正规三甲医院，每一份检验结果都是经过严格检查的，不会错的。我这人心直口快，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我那天跟你做检查的时候，发现你身上有伤。如果有需要，我们可以给你报警。没事，谢谢你啊，医生。哎，小艾。刘阿姨，你是不是怀孕了？预产期是什么时候啊？我女儿也怀孕了，我陪她来产检。不是的，刘阿姨，我没有怀孕。别哄我，不怀孕怎么来产科嘞？你怎么不去你爸爸上班那个医院看病呢？刘阿姨，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医生，刚才那个病人她是我的侄女，她怎么了？梅阳，你看谁来了？哟，爸。小艾，你回来了。来，你先坐会儿啊。我去给你准备水果啊。去吧，先坐会儿。来，走。哎呀，小艾，你看这都什么时日了，你还长衣长袖的，还围着围巾，这多热呀！赶紧取下来吧。妈，你不懂，这叫时尚。什么时尚啊？来，我帮你取。不用了，妈。小艾，这脖子怎么了？我自己挠的。哎呀，我说，小艾呀。你没事挠什么脖子？你这是。爸妈，你们前几天是不是去体检了？是啊，我们单位已经发了体检卡。我跟你妈妈最近刚刚做了体检啊。妈，我想看一下报告，可以吗？干嘛呀？我是关心你们俩的身体嘛，而且爸。这么多年一直都有脂肪肝啊。哎呀，他那脂肪肝呀就是喝酒给喝出来的。还好现在不太严重，比较轻微的。哦，我这去给你拿。老太婆，我说你这人真没劲儿啊，怎么老提起我了？你这，我最近喝的很少的啊。爸，妈，你们是不是有事瞒着我？我是不是不是你们的女儿？妈妈就不想再瞒你了。
你猜对没错，你的确不是我和你妈妈的亲生女儿，小爱。我们不是有意是要瞒你的，因为在我们的心里。 你就是我们的亲生女儿。你出生没几天，还发着烧，就被人遗弃在县卫生院的门口。当时我正好去那儿办事，所以就捡到了你。 也算是咱们有缘吧。你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啊，老是冲着我在笑。你的笑容啊，让爸爸终身难忘。当时我们刚结婚，都很想要个孩子。 可是，我又一直怀不上。就在这个时候，你出现了，我们都觉得你是老天爷给我们的恩赐。我们曾经去找过你的亲生父母。 没有任何线索，小安，如果你现在想去找他们，我跟你妈妈绝对不拦你。只要需要，我们可以竭尽全力的。 当初他们那么狠心的抛下我，如果没有你们，我可能早就不在了。我不会去找他们的，小爱。不管你是不是我们亲生的，我和你爸。 永远都是你最亲的人。说实话，这事儿瞒了这么多年，现在说出来了，觉得心里啊轻松多了。也是。 知道是迟早的。你们家女婿对你们好吗？你说他呀，哎，还真别说，当初老杜啊挺看不上他的，没想到他和小爱结婚以后啊，还真有出息。听说最近呀、啊、又要升职了，我发现我们家小爱呀挺有眼光的。有件事，我犹豫了半天。 我想还是应该跟你说一下，什么事啊？说吧。小爱的事。小爱，她怎么了？昨天陪女儿去产检，在产科门口啊，碰到小爱了。她去那儿干什么？她支支吾吾的，什么也没说。我没忍住，冲进去问了医生，说是流产了，满身的伤痕。 估计可能是家暴了。小爱，小爱，小爱。
你们怎么突然来了呀？张丽回来，没在家吗？他还没下班呢。小艾，我今天见到你刘阿姨了，她跟我说了一件事儿。刘阿姨，她都是乱说的。你都不知道她跟我说了什么，你怎么知道她乱说啊？快让我看看你身上的伤。没有。哎呀，拍上没有伤，这是什么啊？是不是张丽来打你的？小艾，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瞒着妈妈？你那天为什么去医院？啊？你为什么流产？是不是张丽来打你的？我没有，我只是身体不好才流产的。你怀孕了，这么大一件事情，怎么不告诉我们？我也是刚知道我怀孕了，才发生意外的。行了。雪儿，你马上跟张丽凯离婚啊！这件事情你就不要管了，一切由爸爸来处理。慧慧，你把小孩带回家，我找那个王八蛋算账去。爸，爸，刘叔，豆豆啊，张丽凯，爸，你怎么来了？为什么打我女儿？为什么？爸，你误会了，我怎么能打？这是混蛋！误会。小艾，全身都是你打的伤，哪来的误会？我问你，小艾，为什么会流产？你就是个禽兽！当初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不是个好人，你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找人调查过，你妈妈以前她就是个小姐，连你爸爸都不认识你这个儿子。如果当初不是你跪在地上对我信誓旦旦发誓说你会对我女儿好的话，你觉得我会把女儿嫁给你吗？啊！你这个妈，你别说，你听我解释，小孩他有病。小刘，你帮我看看，我这个女儿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她为什么老是喜欢一个人玩，而且还不说话？我跟她妈妈都非常担心。现在看来，您的女儿有可能患有轻度的自闭症。怎么会这样啊？也许是跟童年某些事儿有关，也许是遗传。对了，你们家有这样的家族病史吗？没有。我带小艾去看过精神科医生，医生说他有自虐倾向。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是小艾他不让我跟你说。那你应该早点把他带到我们医院来查嘛。爸，你也知道小艾一直都很懂事，他是怕你们担心，所以才。这孩子太傻了。爸，其实一直以来我也很痛苦，我就担心他做什么傻事儿。念凯，对不起啊，是爸爸误会了你。没事。吴越。张连凯，你居然敢来！你这件事情与连凯没关系，一会儿跟你解释吧。小艾，我可找到你了，给你打了一天电话都不接，担心死我了。这段时间呢，工作实在是太忙了，没时间陪你，
但是你也知道，我都是为了这个家呀，工作再忙，还是应该照顾点家嘛，对不对？小艾，孩子掉了，我也很心痛。可是你不能这么折磨自己啊！医生也说了，我们现在还年轻，以后还有机会的。今天你就先跟我回家吧。你放心，我不会再让你受伤了。爸，小艾，我已经跟连凯都说好了，我让他再请个年假，这段时间就在家里好好照顾你啊。放心，我跟你妈妈会经常过来看你，顺便给你们俩做点好吃的。你现在就跟连凯一块儿回家吧，好不好？爸妈，你就回去吧啊！你们上车吧。来，小云走，快点。我自己来吧。没事，我来吧。回去以后好好过日子啊。放心吧，爸妈，走了。这怎么回事？哎呀，看来咱们家小艾还真的是有些问题啊。有什么问题？他可能患上了自虐症，他身上的伤全都是他自己弄的。你说什么？你还记得小艾小时候吗？他性格一向很孤僻，而且还有自虐的倾向。精神科的老刘曾经跟我说过，说像他这种情况很可能是遗传性精神病。可是这几年不是好些了吗？是啊，可是我们太疏忽了。连凯已经把他的检查报告给我看过了，报告上面写得很清楚。怎么会这样？唉，小艾这孩子真是命苦。算了，是我们错怪了连凯，当务之急啊是怎么稳定小艾的病情。这样，明天我找一下老刘，请他给小艾再开些药，啊，回吧。什么？给削个苹果吃啊。现在呢，所有人都觉得你是个神经病，所以无论我怎么折磨你，别人都不会相信的。如果你乖乖听话的话，我就把这个好女婿演到底。如果你不听话，
这就对了吗？张连凯清楚的知道，虽然这次躲过去了，这件事不可能瞒一辈子，因为已经引起杜文远的注意。于是张连凯盘算着转移财产，在必要的时候离婚，这样就算是杜文远追究起来，他也不至于人财两空。但是资产转移的问题却被小爱在打扫房间的时候发现了。去哪儿了，陈小姐？我到楼下去拿快递。是不是动了东西了？我没有。是，我都看到了，你把我们俩的财产转移到哪儿去了？你爸一直瞧不起我，如果有一天他看不惯我，让你一脚把我给蹬了，我怎么办？我不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啊！我爸对你已经改观了。改观？你知不知道，他找人背后调查我，就因为我妈的原因，他从来不把我当人看。你知不知道，我从小是怎么过来的？我从小就被人骂，说我妈是个妓女。你知不知道我是怎么过的？我和你们所有的女人，所有的女人都是坏人。你想干嘛？不要过来！嗯？不要过来！你想干嘛？那些财产我都不要，我们离婚吧，离婚吧，小心点。好啊，可以啊。要想离婚，你把我捅死。捅死我就跟你离婚，来啊，没事没事啊，爸爸在这里。小爱，你别乱动啊，医生说你有轻微脑震荡，你疼还疼不疼啊？我怎么会在这里啊？
张连凯呢？你以后别提那个畜生。张连凯太目中无人了，这一次啊，绝对不要轻易饶过他。后来发生什么事了？爸，你快告诉我呀！你快告诉我啊！事情是这样的，你昨天不是跟我打了个电话吗？马上你就挂断了，我给你打过去呢，又没人接，我很担心你会不会出事儿，所以我就赶到你家去找你。我进去以后，发现你已经躺在地上了，那个张连凯，他还想继续折磨你，贱人！打开那个住手！小爱，你醒醒，你醒醒啊，小爱！张连凯，你刚才对小爱做什么了？没干什么呀。啊，对了，岳父大人，刚才小爱要自残，被我发现了，我就去劝她，她还扎了我一刀，你看。张连凯，你以为我眼睛瞎了你？啊？行，你去告我去。你看法官是相信这个神经病还是相信我，到时候我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和他离婚了。啊，对了，房子和财产我已经转移了，说到底我能有今天还得多谢岳父大人你提携啊。行吧，别走啊，你好好关心一下弟弟吧。小爱，小爱你醒醒，小爱，小爱。爸，张连凯走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啊？没有什么呀，只是他身上有些血，应该是他打你的时候沾上的。记得我也就捅了他一刀，他身上很多的血，爸，他身上真的有很多很多的血。小爱，你一定是记错了吧？他就是个皮外伤啊，不会流多少血的。不对，我记得很清楚。清楚，小爱，你好好休息啊！我想你一定是惊吓过度。放心吧，今天晚上我跟你妈都留在医院陪着你的啊，不用害怕，好好休息。是啊，好休息啊，有爸妈在呢。张连凯，张连凯呢？张连凯，张连凯，张连凯，王经理，王经理，你这是怎么了呀？发生什么事了？小爱，张连凯人呢？我不知道啊，我才从医院回来，没有在家。你骗谁呢？你们是两口子，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小刘，你先别着急，先等小爱把话说清楚。王经理，这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昨天张连凯取走了公司的100万现金，这笔钱是我们公司员工的工资，可谁知道今天早上
张连凯就连人带钱一起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不会吧？他肯定是携款私逃了。肯定是。我真的一点都不知道这件事啊。小艾，你现在不要想着包庇张连凯，你要不然就把人交出来，要不然你就把钱还给我们。我没有钱，我也真的不知道他在哪儿。你要是这样别跟我们不客气，我跟你说。小艾，咱们也算是相识一场，我就跟你实话实说了，你自己要想清楚，你跟张连凯是夫妻，要是我们找不到张连凯人，按法律规定这笔钱就得由你一分不少的还给我们了。爸，爸，出事了。出什么事儿？张连凯的同事到家里来说他携公款私逃了，找我要人又要钱，我这两样我都没有啊。哎呦我的天，他到底是个什么人呢？小艾，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我想张连凯他已经是贪污公款逃跑了，这件事情你肯定会受到牵连，当务之急你必须起诉他，和他离婚。离婚？对，必须跟他离婚。你想过没有，如果人家一旦找不到他，所有的债务都会落到你的头上。这样，小艾，爸爸带你马上去验伤，然后咱们再去找律师啊。对，我们要告他，把你打流产不说，还把你打成脑震荡住进医院，不能放过这个畜生啊。老杜，你赶紧带女儿去验伤。好，走，小艾，走，爸爸带你验伤啊，走。刘队，什么情况？有人在这里捡垃圾，发现一具尸体，身体有多处刀伤，身上没有能证明身份的物件，也没有财物。小玉，怎么样？死者是男性，30岁左右。从视角来看，组织有破坏，尸体被移动，这里应该不是第一案发现场。从尸斑的痕迹来看，初步估计死亡时间应该是在5月19号的晚上，也就是。我们已经帮他拍照取证，也可以带他们离开了。好，于法医，那谢谢你了，咱们先走吧。小艾，有爸爸在啊，以后那个畜生再也伤不到你，爸爸会保护你啊。谢谢啊，咱们走吧。健身科的同事已经确认死者就是张连凯，他从小在孤儿院长大，现在是本市著名企业的财务科长。这个人很有意思，经济犯罪科的同事也在调查他贪污公款的事。他在5月18日提取了100万的公款，然后就被杀了。你说会不会是有人劫财？有这个可能。这样，咱们把他的同事和家人都请过来协助调查。小张，你去他公司，咱们找家人。好。陆小艾是不是？我是公安局的，我们在山上发现了一具尸体，经过初步判定就是你丈夫张连凯，我们想请你跟我们回去一趟，协助调查。你能跟我说说你
你最后一次见到你丈夫是什么时候啊？5月18号的晚上，他下班回家。那他什么时候离开的？应该是当天的晚上，我后来睡着了，不清楚他什么时候走的。那后来你们联系过吗？没有。你们是夫妻，就算不见面，难道连电话都不打吗？没有。你们夫妻关系怎么样？一般。头上的伤怎么回事啊？自己不小心撞到了。这期间我们其他同事也接到过报案，说你丈夫携款潜逃，但是在现场我们并没有发现现金，这件事儿知道吗？我知道，他同事来家里找过我。那5月19号那天你在哪儿？我上午去了医院，下午就回家了。行吧，那今天就先聊到这儿，以后啊还需要你配合我们工作。这个杜小爱有问题，你去查一下她。哦对了，那天我在于法医那儿好像见过她，她应该是去做检查，你去于法医那儿把她资料调出来。好的。小爱，爸，你怎么会在这里啊？我是看他怪可怜的，我就过来给他送点吃的。对了，上次不是我把人家撞了吗？哎呀，我这心里啊一直都过意不去呀。爸，你心地真好，一个疯婆子都让你这么伤心。人心都是肉长的，你看人家那么可怜。我现在正打算联系一下街道，看看能不能想个办法把他送到救助站去。爸，连凯他死了，他被人杀了。你说什么？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警察说那100万不见了，说连凯有可能是被劫财被杀的。小爱，这件事情你别想那么多了啊。张连凯以前对你那么不好，我看你犯不着去为他伤心流泪。可是他现在毕竟死了呀。没关系啦，我知道，一日夫妻百日恩嘛。张连凯就算他对你再不好，你们两个人以前毕竟还是有段感情。不过，这人死不能复生啊，啊，想开一点，好吧？那这样。小爱，爸爸送你先回家啊，走，回家。来，小爱，
你先坐下，爸爸去给你倒杯水，好吧？爸，你实话跟我说，那天你来我家的时候，你有没有看见张亮凯他的小腹是什么样子啊？我不明白你是什么意思啊？那天他掐我脖子的时候，我用刀自卫，所以我才被他打晕了。爸，我不是故意的。我当然知道，我那天去的时候，我清楚地记得他那个刀伤就是一个皮外伤。啊，对了，小艾，这件事情你告诉警察了吗？没有。啊，没说就好。小艾，这件事情啊，最好你不要给警察说，不然的话，很有可能会给你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爸，你实话跟我说，这件事是不是跟你有关啊？你怎么会这么说呢？爸，我不会说出去的，我也不想这件事情给你带来麻烦，因为我在床底发现了你的扣子。哦，扣子啊？会不会是那天我送你去医院的时候不小心给弄掉了啊？那你为什么那么紧张我告诉警察？哎呀，小艾，我说这件事情真的和你没关系，你别东想西想的啊。爸爸就是在担心警察会不会怀疑你是嫌疑犯，爸爸是在保护你，知道吗？那天我去你家，我进去的时候发现你已经倒在地上了。小艾，当时爸爸可是非常理智的，因为救你才是重要的，知道吗？可是我怎么觉得有些事不对劲啊？行了，小艾，破案的事情交给警察好了吧？啊，你自己管好你自己吧。我就是有些想不通。行了，小艾，时候也不早了，再说今天发生这么多的事情，你还是回你的屋休息去吧。刘队，你把一把资料给我了。苏小爱曾经被张连凯家暴，这是他上次过来做的验伤报告。还有这个杜文远，连凯的同事在公司发现他与连凯发生争执，杜文远很凶，一副要杀人的样子。这样，马上去传讯杜小爱和杜文远。好的。上次怎么不说说家暴的事？我只是觉得这是我的隐私，跟案子没有关系。那你今天就好好说一说，那天晚上你们到底发生什么？当天晚上他又打我了，
还把我打晕了。后来我什么都不知道了，第二天早上才在医院里醒来。那有没有人可以给你作证？我爸可以作证，医院里的医生护士都可以作证。对，我可以为小爱作证。5月18号那天晚上，我给他打电话，他没有接，我总觉得他哪儿不对劲儿，所以我就赶了过去。我进屋的时候正好看到张连凯在虐待他，我这才明白我看到了事实的真相，所以我跟他大吵了一架，张连凯他就走了。后来我就把小孩送到了医院，我跟他妈妈那天晚上在医院整整守了他一夜。你们要是不相信，你们可以去调查呀。你说的这些我们自然会去查证的。唉，咱们小爱怎么那么命苦啊，遇到这样一个男人，自己死了也就算了，还给咱小爱留下那么多麻烦，真是的。慧芬，事情既然已经出了，咱们就应该想办法怎么样保护好小爱，别让小爱再受到伤害。过两天我准备去一趟救助站，我想和救助站的同志商量一下，看看我们怎么样去帮助那个女人，就是那天你看到撞我的那个女人。文远，你别多心啊，我是想说，你怎么对那个女人那么上心啊？是不是你们之前就认识啊？咱们家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你还有什么不能对我说的？那个女人，她是小爱的亲生母亲。啊？来了来了来了，谁呀？这是杜佳爱出来。哎，出来，杜佳爱，走，快点，来办公室。对，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干嘛呀？你这是啊？张连凯欠我们的钱，现在他人死了，这笔钱当然就该由你们来还了。对，还钱。哦，这件事啊，那不都是警察都立案了吗？我说你们要讨债应该到公安局去啊，你们找我女儿有用吗？可这笔钱本来就该由你女儿来还呀。我看这套房子怎么着也值个100多万吧，你们可以卖了房子来抵债呀。房子卖了我女儿去哪儿住啊？那就不关我的事了。我说你还讲不讲道理啊？你们几个人不出去是不是？行，那我就报警，
我让警察同志来评评这个理啊！你们要明白啊，私闯民宅那是犯法的事儿。还有你这位姑娘，你是你们公司的业务骨干，对不对？我想你肯定不愿意因为这件事情留个案底什么的，将来如果要是影响你升迁的话，那可就有问题了，你说是不是？杜小爱，你要知道，不管怎么样，这笔钱我们肯定会找你还的。今天就先这样吧，走。小爱，我看你暂时别在这儿住了，跟爸爸妈妈回去吧。啊，对对对，他们要是再来闹事儿，你一个人怎么应付得了啊？还是回去跟爸妈一起住吧。发现尸体处不是第一现场，另外我们发现三组人员，对对，是没有新线索。从尸体解剖来看，尸体表面有损伤，显示尸体曾经被冷藏过，所以死者的死亡时间应该提前到5月18号的晚上6点到9点，而不是我们之前说的5月19号。如果张连凯已经死了，那这个人是谁？这是凶手伪装的，为了混淆我们的视线，凶手通过冷藏延后死亡时间，然后通过监控让我们认为张连凯18号就已经携款潜逃。根据时间上来分析的话，能作案的人只有2个，杜小爱和杜文远。马上找到他们。刘队，这个人自首。人是我杀的，因为他长期虐待我的女儿，我是一时冲动，我才把他杀了。没走啊，你好好关心一下刘姐吧。你混蛋！张云海，你。你是怎么处理尸体的？张建凯那天他带了一个行李箱，我就在想，我可以把他的尸体装在箱子里运走。我打开以后才发现，原来那箱子里装了整整的一箱子的钱。我就在考虑，可以利用这个点。所以穿上了张连凯的衣服。故意在监控前面走，给人造成一种是他携款潜逃的假象。我在医院工作，我清楚的知道，要排除我的嫌疑，必须将死亡的时间延长。但是因为现在天气炎热，尸体很快就会腐烂，所以我就把张连凯的尸体转移到我的一间空房子里，把空调开到温度最低，一直吹着，然后我就悄悄地回到了小爱的小区，故意避开监控，进到了他的屋子里，把小爱
送到了医院。第二天晚上，我就把他的尸体丢到了那个堤坝上。他为什么杀张林凯？我也不太清楚，也许是他觉得对你愧疚吧。自从那个女人出现以后，我一直感觉你爸他有些不太对劲。什么女人？你的亲生妈妈。这不是我们之前遇到过的那个阿姨吗？之前我也奇怪，为什么老杜对这个女人特别上心？原来他找人调查过，她就是你的生母。刘队，还是你厉害，这么快就结了案。你觉得这就可以结案了吗？有什么不对吗？我觉得一切都很顺利，很合理啊。这个是杀人凶器吧？对啊，上面不还有杜文远的指纹？可是问题就在这儿，杜文明明已经把这个凶器带离凶案现场那么久了，他有的是时间去处理。可是他偏偏要留下来，为什么？也对，他留这个东西在身边，不就是个定时炸弹吗？而且现在这上面只有杜文远自己的指纹，这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这是他女儿自己家的水果刀，按理说这上面应该有他女儿的指纹，可是现在只有杜文远自己的指纹，很明显，就是杜文远提前把上面的指纹抹掉之后，故意留上自己的指纹。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刘队，刘队，你要的调查结果。是了，赶紧进去吃饭。现在才算可以结案。我要吃冰淇淋，我要打游戏机。好，我一会儿就去给你买。啊，妈，过两天我就带你去看病。啊，对啊，可以跟你谈谈吗？你们都是坏人。妈，妈，你在这里等我一下啊，我一会儿就回来。麻烦你了。以后打算怎么办？不知道，应该会换个地方生活吧。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那个才是你的亲生母亲，杜文远是你的养父吧？
你怎么会知道？最近调查的时候偶尔发现他最近跟杜文远走得很近。作为一个养父，他对你应该还算可以吧？我也是刚知道他不是我的亲生父亲。他认了罪，如果判下来的话，他后半辈子应该都会在监狱里了。你真的还认为是你父亲杀了人吗？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走吧，我回去一趟。人是我杀的，我还能跟你解释什么？法律是公正的，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但也绝对不会放过一个坏人。我们要找的是事情的真相。事情的真相就是我杀了人，我该坐牢？我真搞不明白，你们到底要让我说什么？您把尸体处理得很好，差点骗过了我们的法医，但是您为什么要把凶器留在自己的身边？我们认为你这么做是在替一个人隐瞒一些什么。那个东西不管放在哪儿都不如放在我眼皮下面最安全。那好，这是杜小爱家的水果刀，可这把刀上面为什么没有杜小爱的指纹？是不是你把她的指纹擦掉了？我女儿她平时不爱做事，所以她根本就不用那些。队长，现在的法医学是非常的先进，不同体型不同身高的人哪怕用同一把刀插进人体也会产生不同的创伤口，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创伤口的角度和深度判断出作案人的身高体重。而这两处刀上的作案人体型跟您并不相符，所以您只是搬运了尸体，而凶手另有其人。这个人就是你处心积虑不惜牺牲自己也要保护的人。这个人就是本案的关键，我们发现您最近跟他关系密切，所以我们做了一番深入调查。这个人叫潘小凤，天水县人，很多年前他的孩子就是在天水县医院夭折的。很巧的是，我们还查到您当时就在天水县医院工作。杜医生，我们已经查得一清二楚了，您的女儿现在正在看着您，我希望给您一个机会，让您亲自告诉他事情的真相，为你做过的事情负责。你是说我女儿她现在能看到我们？给女儿，我就把真相告诉你们。
小爱不是我捡来的孩子，准确的说，他是我偷来的。当时我在县医院工作，我和我爱人刚刚结婚，婚后我们特别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可是我爱人他始终怀不上，为此他一个人整天闷闷不乐地待在屋里。我狠了一下心，就偷了一个农村大嫂的孩子。我告诉他说，你孩子已经死了。本来我以为他人年轻，以后还会有孩子，可是我没有想到他患有精神病史，孩子没了，他人马上就疯了。这件事情一直在折磨着我，每当我看到小爱的时候，心里就很难受，所以我对我这个女儿，我是更加的疼爱她。我原以为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可是没想到，最近我又见到了这个女人，我的愧疚感就更加强烈的爆发出来。为我所做的事情去赎罪，所以我就为潘小凤找了一个疗养院，给她请了最好的医生。那郑连凯呢？那个禽兽，他欺负了我的女儿，我恨不能亲手杀了他。事实就像你们想的那样。小爱，之后的事情你们就都知道了。小爱，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护你，也是为了给我赎罪。
道我自己还能做什么。自从偷走你的那一天开始，我几乎每天晚上都能梦见你的妈妈，每天晚上我都受到自己良心的折磨。我不是一个好爸爸，但是这二十多年来我对你的爱是真的。在公安局，小爱得知养父当年收养自己的真相，可养父为了赎罪，不惜背上杀人犯的罪名。面对突如其来的真相，小爱不知道自己对养父到底是该爱还是该恨。最终，小爱因防卫过当致人死亡，被判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而杜文远因涉及盗窃婴儿罪，将面临多项罪名起诉。